2013年12月份受伤，那就从四楼摔伤嘛。摔伤以后，当时是从肚脐往下就完全没有知觉了，然后也是一个缘分吧。因为当时我15年的时候在做治疗，然后陈老师他们就带着团队，到医院来找患者试穿，然后就是这样第一次接触到外骨骼机器人。